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的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高油盛满了国，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。我在呢件事件当中，我哋见到几种嘅信仰，乜嘢信仰呢？在呢种嘅事件当中，其实我哋见到有大卫嘅信仰啦，就是凡事乐意嘅遵行天父旨意命令嘅，有了神嘅命令又遵守嘅。第二就是攀布神嘅命令同埋旨意嘅人啦，就是撒母耳。但系你系咪呢两种人其中一种？定系你系扫罗呢？就是你做执行面对压力，但系最尾你因为压力，因为安逸，因为带领住一班嘅人跟你出生入死到个阶段，呢班人安逸到一个程度系可以影响你嘅决定，你嘅方向。因为里面有一班，如果你一跟从神，佢当面弃绝你，你面对呢啲压力，你会唔会好似大卫咁，好似主耶稣咁？呢、这个就系过去喺咁多年我侍奉，尤其是近呢十几年。在我人生当中，每每就是要面对一些这样的决定。但感谢主，每次我都是靠着神的鼓励，我都是照着神的方向，照着神的话语，带领这间教会仍然限在神时代计划当中。因为打从我回来香港那一日，我已经愿意遵行神的旨意。当然我慢慢想不到，就是说我越遵行神的旨意，甚至到今时今日，我们已经行在神的时代计划当中。但是对好西人，他想建立自己的小天地，自己小王国，当有自己幸福生活，就甚至连神都不要。你发现这么多年，这些人一个一个或者一批一批地甩出去。没错了，正话你讲第三个，就是你是做执行的，但是却无令两可，却面对压力。定是你可能是第四批，就直成是作反那班呢？就是说你是一力支持不出埃及，一力支持主耶稣基督不可以继续这样讲道，不可以继续这样做，一力支持摩西不可以带领十二支派，一力支持就是扫罗不可以杀绝亚玛力人。为了什么呢？究竟这些人为了什么会这样做呢？贪心啦，自私啦，安逸啦，他跟扫罗都为了有利益的缘故啦。这些人在这些光景呢就会反面的了。而第五批就是咩呢？就是一批 Wonder 嗰班。哇，我应该点自处啊？点解咁样嘅？佢哋会不断问点解点解点解。当然有部分问得多，佢自己都跌倒啦。因为打从开始佢已经冇立志做一样嘢，就係跟从神。打从一开始佢已经係立志去跟从利益。佢见到冇利益或者个利益受剥削嘅时候，佢就会諗下，我咁做咪啱呢？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人生当中每一次没有利益，我们就想想这样做是对不对呢？你不单止没有可能在整个家当中成为一个领袖，因为你可能每一天都要选择500次你应该怎么做。但是你不单止不可以成为领袖，你甚至连平信徒你都做不到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跟从神在那个时代的计划。就好像保罗所说，撒但会不断用这些火箭去射你的思想。我们在神的面前去跟从神的话，其实是一条路，是不断不断去委身，不断不断去立定心智的。这一条路你知道有神的命令，有神的旨意，有神的恩膏带领，那你知道这条路就是最安全。这条路不是为自己所作出来的堡垒或者所作出来的路。人作出来的路没错是安全，不过他带去的却是一个永死的道路。但是神所要我们开放出来的路，是藉着祂的命令、祂的恩膏、祂的话语所带领的道路。你会发觉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更认识神，我们更加认识在我们里面这些的善良，这些似神的特质。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会锻炼很多根本不是属于我们的勇气，不是属于我们的委身，根本直成不是属于我们品性里面的各样属神的形象。有没有呢？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是不是见到这些这么宝贵的金银宝石被建立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你知道你走的路是正确的，
打从一开始生命树就讲出俾我哋知道，神让生命去绽放出佢嘅美丽，就系藉着我哋用有生之年，让我哋喺跟从神里边去经历神，去更有神嘅形象。所以如果我哋以呢个成为我哋嘅方向嘅话，咁你发觉我哋冇嘢去狐疑，冇嘢去怀疑，甚至我哋面对破釜沉舟嘅决定，我哋都好轻易能够作出一个分别，一个嘅决定。大卫就系一个咁嘅人。大卫唔系等到佢做皇帝嘅时候先至去认识神。大卫佢系一个牧羊人嘅时候，佢孤单嘅时候，就好似我哋所讲佢喺旷野嘅时候、牧羊嘅时候，佢已经有一个真真正正嘅信仰。不过喺嚟紧嘅每一次嘅考验，大卫佢嘅信仰都能够更加提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行呢条路之前，是不是你一早已经决定更加似神呢？一早已经决定会遵行天父的旨意呢？一早已经决定就是说，神的话语是成为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如果是的话，我想让你知道，其实那你一生所作的决定其实是很容易，你越来越有本钱去作这些决定。而并且每一次的决定，如果不是撩起了你的自私、恐惧或者私欲的话，你永远好轻易去睇见圣灵喺你嘅生命当中所带领你当行嘅道路。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：我既厌弃扫罗作以色列嘅王，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？你将膏油盛满了国，我差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，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。现决定经背起天国使命，向标杆今快跑，意象确定。现我心是奋兴，求成就美善事情，盼一生为我最狠切风情，为我最背起全福音使命，让我忠心常警醒，作主的精兵，藉信心说出神光辉真理，能力过度全结善神圣，为荣